欢迎来到 iSolo。 众所不知，我其实不是一名游戏实况主，只是一个死宅，玩游戏也只是为了收藏喜欢的角色。没错，就是帐相。这次怪物弹珠的联动竟然由我推，为了拿下这个男人，超级新手的我也做了一些功课。这次咒术回战联动主要分转弹池、活动冒险、日常任务还有追书库。转弹池第二弹有五个角色，第一弹三个角色兽神化改，根据危机这是前三级的形态。剧场版零也有一个独立的转弹池，有性能上修的遗骨，还有二连组三人。看了一些日本华文玩家的评价，大家都比较推荐五条、伏黑会、七海。活动冒险方面有伏黑的爸爸，难度是超救急，根据危机这是第三高的难度。帐相还有其他角色则分别在救急级的难度。合作新手包有高专时期的夏油杰和五条悟，氪了歌姬老师只要登录游戏就能拿到，萧子则是完成迷你机械丸的任务。二十级才开放的追忆书库里面除了咒灵还有真一、机械丸、米格尔。闲话不多说，立刻开抽。这次的转弹我会先抽这个第二弹，然后到第一弹，然后最后是零，剩余的可以抽遗骨。第一次十抽，第一个十年，哦，这是学长，朱野学长。哇，已经抽出，这是一个普通的会啊，这是第一弹的会。这应该也是第一弹的，对，也是四星的丁奇啊，这是这次的日下部。这是谁？是不认识，是混进里面去了。我真的，它的掉率很低耶！天哪！一次就五十个，那没多少。哇，我本来还想着这个新手期给的这个宝珠，起码可以转几次，原来才能转三次。是谁？哎，又不认识了。给个这次的五星吧。这都是谁呀？天哪，太烂了。我好多日下部，好多朱野学长。最后一次了，天哪，还想着碰碰运气可以试一下，这真的救命哎。最后一个十连，看一下。天哪！哎，虎杖，那应该也是第一弹的。哎，木星，哎，是这次吧？这次的虎杖吗？哎，这次是这次的五条吗？这样子，好像还行吧。看一下。看一下，就是这次的五条，算一下，大镬了！之前已经转咗一次十年咧，入伏低，唔记咗六低。咁讲翻啦，因为我喺入伏呢个咧，就已经抽到路西法呢个角色。咁之前睇到一啲人嘅评价啦，就话复刻为今次嘅咩啊扭蛋，
定系转单，咁咧就系同路西法差唔多嘅功能，所以我呢边咧就直接扭第一弹嘅修神化改五条五。不过从来冇谂过，原来呢个游戏嘅出货率系咁低嘅。第一个十年扭出嚟嘅都系啲四星嘅角色啦，四星嘅维维啦，四星嘅丁奇啦，仲有猪野前辈。好啦，今次睇下个手气啦，估个我谂应该都唔会出嚟嘅。咁对于新手嚟讲咧，挑战账上都系几难嘅一件事咯，因为有其实呢个游戏有好多啲规则啦，好多技巧啦。咁我喺日服第一次咧都系失败咗嘅。咁因为呢个挑战咧一日得一次啦，就账上系一日得一次。咁我喺呢边嘅 server 咧，最后尾系用咗接关嘅道具咧，嚟终于得到嘅。咁但系第二日咧，第二日再挑战咧，又系输咗嘅，又系失败嘅，真系太难啦。咁如果有观众系比较资深嘅玩家咧，就欢迎。可以教下我点玩嘅，其实。見ていろ、これがお前たちのお兄ちゃんだ。残念だったな。少し乱暴しようか。あの世で弟たちに悪い。终于终于攞到啦！中意嘅话，欢迎 comment like share。我哋下条片再见。